在哪儿呢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从哪里去。姑娘啊，哪也别去了，搁家等爸啊，回家给你做饭吃。不行，我不爱吃你做的饭。你小馋猫，那行，等爸爸回家呀，带你出去吃啊。哎呦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来电话了，不说。喂，亲爱的，你到哪儿了？哎，我到门口了，给我开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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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，亲爱的。啊，你第一次到我家来，看我给你做啥好吃的。这是啥菜呀？这个是啊，公鸡炖母鸡。这个呢？木须鸡爪子。这是啥？你猜。大米饭。错，是大米饭盖饭。你说你这仨菜，公鸡炖母鸡，鸡蛋炒鸡爪子，大米饭盖饭，你说我听见我都没有食欲，咋吃啊？不爱吃拉倒，我爸想吃还吃不到呢。哎呀，你个小样，咋的呀？生气了？没有，那嘴唇子撅的，还没生气，跟鸡争着。不愿意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春儿啊，我给你表演个绝活。啥绝活？人的眼睛不都横着长吗？啊，三秒钟让它立起来。真的呀？特异功能，一、二、三。好笑了，笑了就行，咱不生气了啊！不生气了，亲爱的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啊，是咱们俩认识50天的纪念日。哦，我都给忘了。你说我身为一个厨师的我，还让你做仨菜，这么的，我再炒几个，行不行？好啊，那我就再出去再买点菜。行，顺便啊，给你爸我叔打个电话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不的。我爸下班可晚了呢，天天下班8:30不回来，而且今天是咱们两个二人世界，闲人免进。行，我去了。嗯，行。嗯，再见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少不了加多宝，买几瓶啊。肯定少不了。走了，亲爱的。哎呀，我上厨房看看去吧。白龙马，哎，皮儿朝西，哎哎，天天开着车，我辛苦的送快递，就就。每天去家又送家，啾啾啾！一忙顾不上礼拜几呀、啊啊！我呀是这一片的金牌快递员，每天呢早起晚归，天天送快递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得提前收工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今天呢是我过生日。你看我这姑娘门都没关。哎呀！这啥时候能长大呀？你说呀？哎呀，这一天呢，累死我了。哒啦哒哒。哎，送快递的啊，把快递放这儿，请。啊。不对呀，这是我家呀。小伙子，你谁呀？我就是这家的准姑爷。你是小翠的男朋友啊？哎呀，这片挺熟啊，还知道小翠呢？那可不是，我看着他从小长到大的。哎，叔啊，你这么来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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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咋的？我是咋回事呢？我第一次来他家，跟你打听个人。你说吧，就小翠他父亲。老孙头，你熟悉吧？那何止是熟悉呀、啊，我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。这就好了。哎，说，嗯，我听说那老头那脾气挺怂啊，不行。完，听说还挺抠呢，抠吗？说跟老太太玩扑克还头大王呢。听说这老头挺好说话的，以前呢、是挺好说话的，但是现在呀，
可能不太好说话了。但是说，我还听说啊，你都听谁说的？老孙头的姑娘，我未来的媳妇儿小翠儿，都他说的啊！我找他去，这我是他家掌舵的。以后有啥找老孙头找小翠儿，一切不好的事情冲我来。小哥你也挺仗义呀，必须的必。哎叔，你说咱俩聊半天了啊，我感觉咱俩挺有缘分的。那你要这么唠的话，何止有缘分呢，那还缘分不浅呢。哎叔，走走走走走，那个我问一下，小翠儿是不是总让你给送快递？天天麻烦我。开玩笑，这就是没结婚呢，我要是结婚了，我绝对管一管。这也太能花钱了，天天网购那得花多少钱？这不败家吗？还行啊。那还行啊，我请他吃饭，你说他多任性啊！他不吃蒜，不吃茄子，他吃蒜茄子。这个跟我有点像，我呀不吃辣椒，不吃酱，吃辣椒酱。我请他吃扇贝，他不吃肉，他吃粉儿；吃毛豆呢，他光嗦了水儿。你吃不吃？小翠儿啊，有点任性。叔，啊，这个菜啊，小翠儿做的，公鸡炖母鸡，鸡蛋炒鸡爪，大米饭盖饭。你说这么浪费粮食，你说这都他做的啊？这不败家吗？谁败家？说谁败家呢？不是你左一句败家右一句败家的，小翠咋的了？有点天真，有点任性，咋的了？平时愿意花点钱，咋的了？我是他爹，我愿意宠着他，愿意惯着他，咋的了？一口一个败家，两口一个败家。你是谁？我是他爹老孙头。爸爸，我没你的爹，不是，我没你的儿子。叔叔叔，你坐你坐着。叔啊，我这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鼠目寸光，这么聊你看着没、啊、我为了赔礼道歉，我干了。不是，这酒怎么能这么喝呢？啥意思啊？两杯。叔，我错了，别生气。这小伙子，你这酒怎么能这么喝呢？叔啊，那什么，我真不会喝酒。你看你，小伙子，我说这酒挺贵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喝呢？你白瞎了吗？你，你也没给我留一口。哎呀，叔啊，你这什么？哎呀，你看我误会了，那个。我吧有眼不识泰山，你说你进屋这么半天，你说我咋就没认出来呀？我说你这小伙呀也挺实在的啊。说你比我实在，就、啊、小翠都跟我说过啊，和小翠小时候啊他妈去世的早，你呢又当爹又当妈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喂大了。口一把那个就是把他抚养大的啊，所以你老人家呀厉害。还行，厉害啥呀？我呀这脾气不挺怂的吗？不怂那叫有修养。我抠啊。那不是抠，那叫勤俭持家。关键我跟老太太打扑克，我偷大王啊。是吧？不对，那叫急中生智。你可拉倒吧，别给我戴高帽了。小伙子看你也挺实在的。哎呀，你们呢还挺有心意啊。知道我今天过生日，还给我准备一桌子菜，是吧？叔，你今天过生日。亲爱的、啊、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可累死我。我姑娘回来了。老爸，你看我姑娘这小样多招人稀罕。是招人稀罕。叔，我帮她拿点菜。哎呀，一桌这菜还买啥菜呀？你想啥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他怎么那么耽误事儿呢？小翠儿，今天你爸被炒鱿鱼了。炒啥鱿鱼？咋的？今天不是你俩搁那嘀咕啥呢？
哦，那啥，我寻思你回来，我给你炒盘鱿鱼。炒啥鱿鱼呀？炒啥鱿鱼？还是我姑娘了解我，不吃那玩意儿。快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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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吃饭吃饭，也没带你的份儿啊。小翠儿，哎，你看小伙子，你慌啥呀？我姑娘说没带你的份儿，但有叔在这，还能让你饿着啊？咱俩出去吃。小翠儿，翠儿什么翠儿？没听出来吗？我姑娘要带我出去吃。姑娘啊，就我得说你两句啊。你说这小伙子头一次来，这哪能不管人家咱俩出去吃呢？不是那回事啊。老爸，你不觉得这屋里边有个人多余吗？小翠儿，吵着什么玩意儿呢？还没听出来呀、啊？我姑娘嫌你多余。姑娘啊，没事，多一个两个的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小翠儿，来，你翠儿翠儿翠儿的，说你这小伙子人倒是挺好，那怎么的这还没听出来呀、啊？啊，我姑娘说了烦你，你这小伙人倒挺好的。你说你吧，听叔一句劝，你呀尽量少说话为好啊、哦，爸。你也听一句话吧，尽量别说话为好。小翠儿，你呀、啊，听我一句劝，还是听我的比较好。老范，今天可别说了，再说我生气了啊！你也别说了，再说我也生气了啊！哎呀，我真生气了！你看看，给我姑娘都气着了，姑娘啊。生气了？没有。翠儿，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？啥日子我不知道啊，今天是我们俩认识50天纪念日，还是我告诉你的。今天是你爸50岁的生日。啥？今天是你爸50岁的生日。可是他却是最爱你的人。一会儿我做俩菜，我给你按按摩。爸，以后我年年给你过生日。别说那么多了，来吧，今天呢，也是你俩呀50天的纪念日，也是我生日，咱们呢就吃个团圆饭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来。爸，来，这个没了。爸，好吃。爸。